老虎是色盲吗？老虎大熊猫科豹属动物，被称为百兽之王。那么老虎是色盲吗？老虎是色盲，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色盲，它只能看到黑白灰三种颜色。虽然老虎是色盲，但是它橙色的皮肤弥补了一些缺陷。人类有正常的色彩视觉，能够看到红色、蓝色和绿色，但鹿的眼睛只能吸收蓝光和绿光，因此它们像部分色盲患者一样患有红色色盲。这就意味着老虎背毛的橙色在它们看来其实是绿色的，可以和背景色完美的融为一体，难以分辨。当然，大自然还有很多和老虎一样的，利用其他地方的优势生存下来。